中国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是元宵节，这一天全世界月华满天。我们古人把这一年灯火最亮的日子留给了元宵，提灯相会，光落在彼此身上，目光所及也是心之所喜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有灯吗？灯呢，给人带来光明，照亮世界，给人们一种浓浓火火的这个寄托。我叫翟玉良，从事宫灯这个行业呢大半辈子了。宫灯啊，宫廷的御用灯具，过去呢就是专门给皇宫里做的，解放以后呢，把咱们的宝贵的工艺呢流传到世界，这也是一个中国符号。元宵节的时候，我生怕这一天电话响啊，生怕我做的灯这个不亮了，那个不美了。我叫陈伯华，我做了花灯45年了。因为我们灯彩呢，灯跟彩它是有机的集合的，例如光看灯也就是看外边，但是它通过里面透出来的光呢，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。没有光就没有色彩，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在探索色彩的变化，交织的这种感觉，这是让我们很感兴趣的。灯变成了这个媒介，帮助我们让大家看到这个色彩晕染的变化。Yona 和我们是夫妻档，我们是工业设计师，就无论什么样类型的设计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对于设计的情感融入到产品设计当中。从灯的角度去看的话，其实更多的是设计人如何感知这个光，然后光给人带来的情绪和情感。我是毛克平。光本来没有形体，创造者让它拥有了每一个独特的轮廓，我们看见万物在光影中显出了形与色，也让世界上的美有了具象的体现。宫灯现在走下坡路了，厂子呢现在不景气了，现在我呢就尽我的所能让更多人知道它，带着徒弟组织组织活动，能让大家伙儿能看见咱们的宫灯。你看这全是扯的，这么一只宫灯要用100多块木头，所有都是榫卯结构。你像咱们的故宫里的宫灯起码都上百年了。宫灯呢做好了是万年牢的东西，但传承呢不能一成不变，要随心所欲，千变万化。所以说咱们这宫灯它就融入了很多这些非遗项目的元素，跟老师学东西不能死板，包括你所学的这些新的东西再容纳进去，又把它升华一下，这是最可取的。有时候看着这宫灯呢，我挺想念过去的，那会儿大家都住在四合院，谁家有吃的互相给，守着一盏灯聚在一块儿，没路灯的晚上点个灯就能去见想见的人。虽然说故宫里面的所有的图文都是100年以上，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在今天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依然有共鸣的，比如说猫、蝴蝶了、花了，表达的就是跟今天生活很有联系的元素，那么才能把我们故宫里面的纹样让今天的年轻人去喜欢。这次受邀来巴黎，也是中国美妆第一次来做这样的交流，美无国界，我们在东方看世界，世界也会看向东方。我也是希望借助于这样，让我们东方的美让更多的人看见。东方文化是我的灵感来源，而光影赋予了美生命和灵魂，我把对光影的探索作为使命，希望能把东方之美、光影之美带给世界。我们应该都是由于对设计和生活的热爱走到一块儿，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最基础的共同点吧。区别就是我们两个性格还是挺不一样的，他是比较理性的，然后我是比较感性的，
我比较按部就班，喜欢定个计划，就是完成什么就完成什么。但是其实设计有些时候也需要那种就是天马行空，对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俩挺互补的。就有些时候我会跳得比较远，想得比较飞，然后他再把我拉回来。其实产品除了本身的功能之外，还有很多可以注入情感的部分。我们做设计也是完全靠热情和兴趣在推进，我们喜欢自己动手去玩材料，把生活中的发现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。南京夫子庙的双龙戏珠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做的，前前后后改稿磨合了7-8年，直到改物扣改我才定稿。前些年我都要来南京检修，那个也是很多南京人从小长大的记忆。聚勇是秦淮河的起点，也是我周登之路的起点。秦淮灯会有3000年传统，我们从小就喜欢看舞龙舞狮看灯会。我是村里长大的孩子，我自学帮别人做过2张大红灯笼，然后陈伯华会做灯笼这件事在十里八村传开了。像这些都是靠手上握，它没有模型，所以比较费时费力。我没学过一天画画，我的手艺全是我自己研究的。我最大的记忆就是我的创意，我不满足于传统的灯彩的造型和色彩，也不满足自己的制品，我一直在吸取新的东西搞创新。我周灯45年就是靠把它们卖掉养活它们，养活我的梦想，其实就是灯艺人生吧。宫灯里发出的光呢，是朦胧的，若隐若现的。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意义，从来不只是在照明上，它像是一个标志，它一出现，就代表着节日到了，喜庆的日子来了。光是一种加持，不仅加持设计表达，也加持美和爱的传达。通过光，我们可以把设计注入更多的情感和情绪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对于设计的爱，同时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对于生活的这种爱。我都快70的人了，但我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还想把古籍里的灯全部复原出来，各个朝代的灯，各种各样的灯，替前人流传下来，也能给后人看见。在这人月两圆的日子里，照亮他人，温暖自己。站在光前与背后的人一样，被光火暖热着。哪怕相隔千里，我们始终望着同一轮月亮，提灯邮件过去一整年的生活欣喜，欢庆着新的一年必有光，相照未来每一日。提灯向新喜，万里共生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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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盏两盏三盏，五湖四海连成了一片。元宵佳节，光影无界，提灯相会，温暖彼此。